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叫熊熊，今年五岁。熊熊，熊孩子的熊吧？你还哼？我所有的手办和原文书都被你给毁成渣渣了。你哼哈二将啊，哪来的回哪去好不好？我已经带他去过警察局了，但我认为在找到他的父母之前，熊熊还是先住在我们家里吧。反正你以后就是我后妈了。你这都是什么称呼啊？我怎么就成你后妈了呢？阿宅，你和亚当的关系我都明白了。你都明白什么了？我明白了。将一个我心爱的男人推向别人的怀抱，会让我如此的心痛。可是，这不是我此刻最应该做的正确的选择吗？所以，我心酸也好，难过也好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的性格导致的问题。你们放心。我还是会发自内心的祝福你们，我的想法真的不重要。我怎么觉得你还是没明白，或者是我没明白？我们不是在说熊孩子的事吗？所以祝你们幸福，加油。还不是追后妈？你见过后妈追亲妈的吗？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我和阿宅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我跟他已经说清楚了，以后也不用你为我们多费心了。你们还是没有。我之前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没有成功，海报没用，录音笔没用，情侣餐厅也没有用吗？那我们之间还是没有破解的三人关系，我依然是你和阿宅之间的绊脚石。你不是绊脚石，我们三个人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相互喜欢相互追求而已。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个道理，爱不仅仅是放手，更重要的是相互陪伴。我是不是又把事情搞砸了？你虽然不是成长型机器人，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也会明白这个道理的。如果我不存在就好了。其实我也希望你可以消失一段时间，我总觉得你的性格切换有一个幕后主使，上次我甚至看到了那个黑衣人。你看，这就是他留下来的。这是来自未来的科技。嗯。我虽然还不清楚他是如何来到这里，如何控制你的，但这对于阿宅来说绝对是一个威胁。如果你能够短暂的消失一段时间，等我把黑衣人的事情查清楚，那对于阿宅的威胁也就消失了。这样也好。
对于你们两个，我一直很纠结。继续纠缠着你，我认为我的爱太自私，狠心放弃你，我又认为违背了爱的使命。也许我离开一段时间，就能想明白你刚才所说的道理了。夏娃，你和阿宅一样，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。我希望你离开一阵，等我查明黑衣人的真相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们的。我给你找一个住的地方，等事情一结束，我就接你回来。安静，有件事要和大家宣布。第一件事是佩妮同学最近不舒服，要缺席一段时间的排练了。佩妮生病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已经找好了替补演员，就在那里。啊，假的不能再假了吧？这也太敷衍了吧，太没诚意了。宁可用娃娃也不用我代班。好了好了，第二件事是和我们动漫社息息相关的大消息，那就是我们要迎来一个新成员，欢迎小舅舅。新成员？小舅舅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们看，前几天你们说动漫社需要佩妮，我给你佩妮了。现在你们说动漫社需要我二舅，你们怎么不说动漫社需要光？我是漫长的阿玲啊！你们要啥我给啥，一个佩妮就已经够瘦的了，现在又来个亚当，我还活不活了？你有拒绝资格吗？是谁把龙骑士造成现在这个局面啊？小舅舅。我能量一下你的尺寸吗？真是一坑更比一坑深。你干嘛？夏娃怎么会不舒服呢？他一个机器人，他有什么不舒服的？生锈啊！还有啊，你怎么招呼都不打就来动漫社了？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，尽量少来吗？我已经和你说过了，夏娃的性格切换是人为造成的。我来动漫社是为了追查黑衣人的下落，我担心黑衣人通过夏娃来伤害你。毕竟前两次他的性格切换已经对你造成了一定影响。我把夏娃藏起来了，等我查到黑衣人的下落之后，我就会把他送回到你身边的。你把夏娃藏起来了？我说的是黑衣人的事情。你告诉我他在哪？我是为了追查事情的真相。谁给你的权利这么做啊？我是为了保护你们。你这简直就是在折磨我啊！什么恋爱型机器人啊？我看你是终结者吧你！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要进动漫社了。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！你脑子里装的是恋爱心理学吗？是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吧？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关键时刻，事到如今还拿黑人那套来糊弄我，可我之前还把你当兄弟，还带你去酒吧喝酒，我还给你讲故事。我信任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没了。谢谢谢谢。刚刚说到我大表哥
如果你觉得住得不舒服，你就告诉我。孟山，谢谢你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帮你，可是小舅舅说只要能给你找个地方住并且保守秘密，他就答应加入动漫社排练龙骑士。你也不要有心理负担，我帮你也是有目的的。等我一下。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躲着阿宅和大家，但是小舅舅既然拜托我了，那我就照做。不管怎么说，是他拯救了龙骑士，拯救了动漫社。再等我一下。谢谢。佩妮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发现在你的衬托下，我好像显得很恶毒。梦山，你的大表哥家住在哪儿？哦，超 nice 的，他简直就是个岛主。我大表哥是个艺术摄影家，他的作品获了很多奖，巨有钱。于是前几年前就在海边买了一块地，用集装箱建了一个家，每天都跟渔民们生活在一起，说是要远离浮华，洗涤心灵。宇宙是生命的起源，生命包括男人和女人，而女人又能孕育生命，所以生命无非是男人或是女人。现在你想象一下，你身体里面的不是生命，而是宇宙。大表哥，说若结，中间结，说出结，这三结之间。你说我是怎么想的，能让他去和夏娃谈谈？他既然把夏娃嘴炖了，夏娃现在到底在哪儿啊？我急死了。你就是对他放松了警惕。背后一套，刚涌现的那一丢丢好感立刻烟消云散了，不提他了，我得把夏华找回来。你别这样看着我，这次我说什么也不会帮你了，上次说好了一起开潜行路 BOSS， 结果呢，碰上赵宁大了吧。What？ 你要抛弃我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刻？觉得你最近对我的需求有点高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呀？明明对你有求必应的人是亚当啊！什么亚当不亚当的？哎，同学们，注意力集中啊！好。我帮你。保证，输入题中间解除题，每个单元都有。哎，寝室在哪里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好好好。
阿展，我觉得你啊，应该自然点。我挺自然的呀。你安顿下来了吗？我已经到了孟山大表哥家了。这里很安全，也很安静。好，我这边也有一些线索了。好。我找着了，阿展，我找着了，阿展，真的啊，真的假的呀？哎呀，真的！我是谁呀？我可是你见过最好的理工男。啊，展，看，肖佩妮，小花，处女座，血型 O， 语音聊天10分钟50块，视频半小时500块，免机。2000块。我以为他只是把下巴藏起来了，没想到把我下巴给卖了。哎，你拿我手机支付了？我们要找的那个女孩就在这儿，她接待比较多，进来等会儿啊。再等等吧。应该快到了。别等了，找我吧。不行，我开始有点困了，是不是中间哪个环节出问题了？我们好像确实缺少了点这方面的经验，得想方法找点事儿干。对呀。都来了，不能白跑一趟啊！加我一个，王富贵，干嘛？一起呗。
侄儿，你先上。不要。帅哥，快来啊！我不要。啊。炸！哎呀！再来啊！再来！来！哎，来！再来一个。等等，又炸！有玩了，这不玩了。Hello， 帅哥，来了来了，就是他。阿姨，不是，我们要找的是这个。就是这个，这不都一样吗？它不一样啊，我们找的是这个。哎呦，帅哥，这照片都是网络上找的，我也不比他差呀。你们这是欺诈啊！我钱都付了，结果他组合仙人跳是吧？我打电话报警了啊！我报警了，报警，报警！谁报的警？我报的警。为什么报警啊？我们被仙人跳了，照片上的人和真人不一样啊。报警也可以，但是得立案。这事儿一立案，就算嫖娼行为，明白吗？嫖娼？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干呀。给钱了吗？给了，我给的。给了钱之后，你们都做什么了？我们打扑克来着，然后把钱赢回来了。嗯，那我给你们普普法啊，这事儿不以发没发生关系定，只要有金钱交易，就算嫖娼。你们给了钱，这事儿就是了。我看你俩年纪轻轻的，就当你们是好奇，这次念女士初犯，就以疏忽教育为主，下次严惩不贷。谢谢警察叔叔。来，签个字儿。下次好奇心别那么重，好端端的去那种地方干嘛？哦，我女朋友失踪了，我们去找她来着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女朋友失踪了？啊，嗯，我女朋友叫肖佩妮，21岁，是我们学校动漫社的 Q Sir， 龙骑士的女主角。长这样。上一次你联系她是什么时候？2天前。当时你们在干什么？所以明天。我们去约会啊！我在给他表白，然后呢？然后我给了他一张情侣餐厅的邀请券。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？电话打不通，其他朋友都以为他病了。他的家人呢？你们联系了吗？哎，没有哎。你傻呀？还联系家里人啊？警察叔叔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朋友他睡糊涂了，我们不报案了，这打扰两位了啊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二位了，打扰二位了。哎，哎，你好，请问您认识肖佩妮同学吗？认识呀，我们动漫社的 coser。您上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？前两天吧，我们在一起排练，阿宅也在，他还一直纠缠佩妮。对，佩妮还拒绝了他。那么阿宅同学和佩妮平时关系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阿宅之前喜欢我，我拒绝他之后，他就开始追求佩妮了。阿宅和佩妮因为感情有纠纷？算是吧，阿宅师哥也算是苦练。其实我们都觉得他不太可能一起。不好意思同学，我们现在怀疑这是一起绑架案，我们现在要联系佩妮同学的家属，你能提供一些信息吗？啊，
不不不行不行，不能联系他的家人啊。为什么？他的家里人不知道他在学校的事儿。好，大概是我刚才没有陈述清楚。你虽然是报案人，但是因为你是最后一个见到佩妮同学的人，并且与他存在情感纠葛，我们现在怀疑你是第一嫌疑人。如果你不能够提供佩妮同学家属的信息，及时找到佩妮同学，那么我们就要立案，要求你配合调查。喂，我是来求你们帮忙的，警察不是人民公仆吗？我们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锁定你不是我的抉择，陪伴你是命运推着我，也许你只是个孤独的人需要朋友。为了你我什么都会做，只要你眼神不再寂寞，也许我能在你漫长的一生之中被记得。笑过的梗，做过的梦，美丽的像飞鸟和彩虹，那么多回忆是我们最幸运的相同。刺目的风，无解的痛，不是我离开你的理由，相信你还是需要我，等我穿过迷雾回到你身边。做，只要你眼神不再寂寞，也许我能在你漫长的一生之中被记得。笑过的梗，做过的梦，美丽的像飞鸟和彩虹，那么多回忆是我们最幸运的相同。刺目的风，无解的痛，不是我离开你的理由，相信你还是需要我，等我。笑过的梗，做过的梦，美丽的像飞鸟和彩虹，那么多回忆是我们最幸运的相同。刺目的风，无解的痛，不是我离开你的理由，相信你还是需要我，等我穿过迷雾回到你身边。